那这个一个大招不就全部爆炸了吗？他们这可是我多么是一个多么了解算上的人，他在我脸上玩这种操作，你的遗言又长又无聊，需要来到利落的总结。永生不过是场幻梦，唯无所爱。给我二天一流锁住，能回得上血，还在我脸上花里胡哨，我反手一重试二重试，这舍不得走，这你不点他，已经怂了这么久了，一掷一战啊！对不起，我走错路了，我，哎，那我过去我能不能打三个不现实吧？但我的队友好像在过来，我选择拉扯他，注意看啊，这一波我的操作是 A 一下往后拉 A 一下，二一技能，谁二天一流切我牌 A 一下，二不技能不准 A 一下 A 一下，二技能 A 一下一技能 A 一下。看明白了吧，心中有孙尚香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对那个牛一顿砍吧，打我怎么，哎呀我服了我，哎这把他背回来，不然那个辅助要死了。哎呦不行啊兄弟们，完美的偷袭，要踩着节拍来。他就往我脸上打，不就完了吗？他要去追我，真是不理解。开始撤退。